要看什么？我们要去看一下那个这里的人自己改装车子，而且听说他买的车超级便宜，才20000块。那太便宜了啦！太便宜了，拍。我们去拍一台我们比较感兴趣的，因为我们对那种已经改好的那个房车比较没有兴趣的。自改的，哇！我看到咖啡机，我只看到咖啡机，其他我都没看见。眼睛睁紧了，咖啡机。对啊，咖啡机啊。在后面还有个箱子，这洗澡箱呗。热水器，不是。这应该就储物箱吧。这个是卖咖啡的吧？就出去玩，边玩边卖咖啡。哦。他这还脱困版。对啊，脱困版了。脱困版应该可以借给那个。嗯。不过他已经叫救援了。他其实用透光板就可以了。难怪你会在景区。那个空调、采暖，然后音箱、电脑、投影都装了。就那边有一块空地很适合你，可以铺开了。全部都是你的。还有采暖在这。哦，看到没有？刚装的，我把那柜子拆了。哦，你是买那个一体式采暖来装啦？对，这比较简单。因为油路什么的比较简单嘛。我自己动手能力这么强的，一天用一升，五天用五升，便宜的。我自己的车也有装。哎，但是我是分解的。那个洗澡的热水器，热水器海尔的。啊，海尔的，海尔的。是储存的吗？对，储存的。12公升。十五升。15升。220的吧？可以洗一个。是220。可以洗一个人吗？两个人。可以洗两个人。那等一下，它会一边热得很快，会一边出水一边进冷水。对对对。然后几千瓦？是，哎呀，几千瓦，我那边是装的6000瓦的。然后是18度电，太阳能板是装的是。你18度电哦，那你的锂铁就很大嘞。对啊，你自己组装的吧？对啊，不就两个，差不多40厘米乘以60厘米。它应该是24伏。然后30厘米。你用几伏的？24。24伏的。对，好像讲起来一定是24伏。那你的逆变器是24伏给6000瓦的。然后太阳能板是800瓦，然后还有行车充电。上面呢？你这个可以这样可以上去啊，这个是可以上去的吧。可以上去就是飞了一个太阳能板。哦，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上去了？啊、对、啊，就下面没做卡的，可能就是累一点。哦，这样子，这个车很特别，没有。没有中文的。对。它这个货车版吗？不是客车版啊，客车版啊，没有报废年限。啊。哦，这是没有报废年限的，所有货车版有报废年限。对、啊，15年报废。哦，了解。你看，你看。这是他们里面改的，有没有？自己改的哦。本来今天想买个四驱的，要么就是 V90 那长轴高顶的。长轴高顶的。城市这个。等一下去卖咖啡。1到5是滴滴在卖咖啡，是吧？这个车上放这一组哈，里面的功率到底要多大？这至少3000瓦。这个。对啊。2.5。哦，2.5啊。2500瓦，而且这个也是改过的气垫的哈，还有制冰机哎，制冰机，我在等呀，我刚刚等了，我就先喝了。你看，我们来拍一下他们平常就是这样子哈，可以出来卖咖啡啊，对不对？还可以睡车上。而且都是自己钉的哦，很厉害哈。上面是储物空间嘛？哦，放杯子还有那盖儿了。哦，那我要在哪付钱？扫描。15块。哦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放上去，微信付款。哇，15块这么便宜哦。哎，都是玩露营的。对啊对啊对啊，那我也要一杯。你要美式还是拿铁？我要拿铁。冰的还是去冰？冰的。冰的得等5分钟。等1分钟。好，等1分钟，好好好。冰水这总共多少钱？15块，35吧。啊，我要冰的，那我就要美式。冰美式。对，冰美式。那就30。我问一下，你这样你水要带多大？什么水？你这样子需要水、啊？200升。200升啊、哦？200升能用半个月吧？那如果是像咖啡呢？咖啡就是全部用矿泉水，哦、一天一桶，一天一桶怎么会够？人家随便买你就没了。哎呀，那我太多我也逃掉了，累了。他也不卖了。对，主要是出来玩的。他出来玩了，卖给车友而已。他是出来玩的，佳姐卖的，他不是真的卖咖啡。还可以做这样子的哈。来来来，
转过路费结束关门。然后你看，我觉得那上面那个这样杯子这样用也不错，这种概念。嗯，那个我就想放五谷杂粮。你来看，我知道，直接转下来就好了。但是这要上面有木头才可以这样子弄啊，对不对？里面两层木板，然后上面保温隔音。哇、哦啊，中间水槽在那边，你们这样三个人睡得下吧？可以睡得下。嗯，就一个床。挤一点，稍微挤一点。然后睡不下我就睡外面帐篷，要么就是过道里，下面铺一个那个气垫床就可以了。我们也是，反正男的睡外面。是啊。嗯、因为他们嫌我打呼噜，所以我。谁啊？打呼啊！都是一模一样，是男人都打呼。对啊，所以我基本上谁不打呼啊？男人都打呼。我们家是我不打呼，他睡不着啊。而且这个有四个外推窗都可以打开的，都可以。这也可以开的，每一个都可以开的。然后它上面改的就是有三片的太阳能，大概就是900瓦，你就让他去那个。半个小时哦，哎呦，有可能是哇，好，谢谢，嗯，专业哦，嗯，这个哎，我感觉还大叔的好看，哎，对，他的是冰的，对，他的冰的比较冰的，来，大叔，哦，怎样？这个原车好像，这个原车啊，哇，哦，快一点，哦，差点那个脚就进去了。这司机倒被他吓死了。对呀、啊。等我赔钱了，他说。这救援车过得去吗？可以啊，相信救援车的司机。哎呦，你要拿下来啊？拿下来。这样子撑得了？应该可以。这个是钉着的、啊。这个没问题。啊，这个是锁的，应该。嗯，那我得帮我打开。他说这个车啊，买一台多少钱？20000块。他买15000修。修5000。修5000。这样也是很便宜。我讲是人民币，不是台币。哦，所以20000块了，搞定这台车。然后不算。改装也花了多少？他说花了20000。20000了、啊，买材料了。嗯。所以这边改装真的便宜啊，比我们那边便宜多了。这个也是自己弄的吧？不是，这是买的。买现成的这样啊、哦。嗯。台币和人民币是1:5，1:4，4.5。是人民币更贵还是台币更贵？你们的1块钱可以换我们4.5块钱。哦，对。你像你这个车啊，10年的依维柯啊，如果这台在台湾大概可以卖到800000块的台币。这么贵啊？80000块台币，除以五吧。20万。20万。啊，你买多少？中国是10几万，新车是10几万。新车十几万，14万、15万，那等于是我们就买新车了 啊！没有啊，我们那里大概16、17啊，和你给他80万和台币大概16、17啊，二手车哦。我们新车是15。那你们这里便宜啊？然后二手车的话，那如果比如说去年的二手车，嗯，可能就10万。10万。然后我后面我如果再改车，我上面就不坐，没啥用。为什么？就自握。嗯，直接行李架不要了，直接就是太阳能板。对啊，所以直接做软膜，直接放车顶。不要，千万不要。那还是做硬的。硬的，硬的，哎，真的。硬的话，其实，哎，也行吧。主要太阳能，它一天只发2-3度电，没啥意义。对你们来讲没啥意义。对，我就想，我买了发电机嘛。啊、哦，对。发电机1个小时2度电，我一天也就用三四、那你宁愿坐着这个，然后把发电机放在后面，一边行驶一边发电。是啊，我上次买了一个 V90。嗯，这样就解决了。嗯、你看我们。各位在看那个中国的一些视频哦，看到的都是改装好的露营车啦齁、哦、那我们今天刚好遇到那个张帅齁、哦、在露营区遇到的，看一下他这一台齁、哦、这是一台咖啡车，那其实上面是以车泊为主，车泊你们还是 以睡在车上为主吗？小孩小人睡车上舒服哦，大一点我就可以睡到外面帐篷。哦，那我可以问一下，像这样的宽度是多少吗？宽度改完以后1.8米。那哦，那比我们台湾的那个海力士的厢型车还要宽。因为依维柯它的车身就是方方正正的，嗯，还行。我们可以问一下，像这样子的你的改装哦，你都是自己改的对不对？自己改。对，那这样子改装买的材料钱花了多少钱？
买材料啊，你木板花了2000多、嗯，那再来就是电器设备而已、啊。电器设备，对，电器设备嘛，电力系统10000左右。你加逆变器13000-12000。它改的就像这样子，这就是木材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好、哦，然后还有冷气，海尔的24V 冷气，还要改4个窗户哎、欸。啊，四个窗户。对啊。因为那个下雨天，原来车身的窗户一下雨天嘛，它会漏雨啊。哦，这个门可以通风。这个外推窗应该是国产的吧？国产的。对。然后你看哦，给各位看一下，你看这边改装多方便，直接跟窗户就做。啊，它是一体的，它就拔下来之后就可以直接的。嗯。这样很方便。好、哦，你看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也不用像我们那边还要挖洞啊，干嘛之类的。不需要。不需要。那如果以在大陆来讲，像除了这个。依维柯还有什么房车可以？什么大通？福特新世代，还有福特的，还有大通 V80、V90 都可以。嗯，直接他们就是否这个车，对，有这个哦，都有产品，而且大通的它配件更多一点，更多一点。它车底的水箱你不用自己去找尺寸，它就是和你的底盘契合的，有高有低啊，配合你的底盘做一个水箱。只是他们是改来真正用他们所谓的房车。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的配件会好买一点。像依维柯，我就得根据我车底的空间去选一款跟它大小差不多。哦，了解了解、嗯。如果像大通他们那样去贴合底盘做水箱的话，可以做到底部可以做到150升，嗯，甚至可能做200升。200升、嗯，你看，水龙头跟我们那边都是一样的。都一样啊。对啊，你看。我买得到了，我也可以买得到。我们台湾改的配件也都是来自于。对岸，台湾改的配件也差不多都来自对岸，像这样子，哦，这很宽的啦。那你们，我可以问一个问题，那你们像这里面没有浴室啊？你们的洗澡方式？原来有淋浴间，你看我车顶上还有那个缝儿呢。哦，淋浴那个马桶都有。哦，那个是一个淋浴间就对了。然后，嗯，我感觉因为去到哪里都有卫生间，就是马桶也不太常用，只是晚上起夜用一下。哦，啊，淋浴呢？不常用。然后淋浴间夏天的话要每天都要洗，但是我想的是在车身加一个侧边罩，因为我的淋浴龙头都在，直接玻璃上直接把淋浴龙头拉到外面的侧边罩里面，就跟这边一样。对，再加一个侧边罩，然后相对淋浴罩和卫生间都放到外面去。哦，如果你要是住车住一个礼拜的话，那还是搭一个淋浴间比较方便。如果说平时就开着车嘛，到处都有卫生间。嗯哼哼。啊，淋浴房嘛也有洗澡的地方。这里面这边也有？有，都有。是指像到这个营区吗？还是一般外？营区里的肯定是有，外面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去民宿里去洗个澡，付个钱。哦。也不贵，然后再就是也有澡堂嘛。你们有澡堂？有，城市里都有澡堂的呀。公共澡堂类似的，那、洗一次澡要多少？洗一次那个便宜的，10几块钱、20块钱。那如果是去跟民宿借呢？民宿借的话也差不多吧，民宿借的话一般情况也是10几20块。如果人多的话，我们就定一个钟点房。钟点房是指两个小时？定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然后大家都去洗澡嘛，洗好就好。哦，好像还是有办法。我觉得是为了方便一点的话，就加一个淋浴罩、侧边罩，然后伸出来。嗯，收纳也很快。你看我们在台湾一台车80几万台币，在是吗？9万台币，10万块也不到。哎，对啊，真的，有时候人比人气死人，对吧？改装好总共是30万台币了，这么算的话。对啊，改装好30万台币。那你还会来这边买房车吗？啊，去哪里啊？我是说我们这样来，还来这边买房车吗？那在这边来讲，他们这个叫什么？自改房车？自改都叫露营车。露营车啊？哦，你们这边也叫？要么就是 B 型房车。B 型。哦，这个已经算是 B 型房车了。比较小。嗯，了解了解。带额头的，我们这边带额头的都叫 C 型。啊 ，A 型是属于什么？什么 ？A 型哎、欸。A 型我就不知道。哦，这是 B 型房车。哦，爱的带额头的是 C 型房车。这边都是这么叫。哦，了解了解，不错不错哦。那我还是喜欢向往这种的改法。这边买成品的话是20万到30万，这样子的 B 型房车，20万到30万。那就折合台币的话，那就是80万到100万吧。
就跟我们那边改车的钱了，啊，买一台空车二手车的钱了。哇，那太贵了，太贵了哈。嗯，这边新车是十几万，这改一下再花十几万，三十万肯定打住的。嗯，顶天三十万。那这二手的，那还有一个问题，像这个二手的，我那时候问朋友，不是他们在讲说，这边不是十五年之后就不能。啊，那是货车啊，现在这些都是客车，客车没有报废年限的。哦，所以买客车，前面是六年免检，然后后面就是一年一检，就是一年一检而已。一年一检，那十五年后也是一年一检，也是一年一检。哦，那 OK OK， 那可以哦，嗯，这样玩我们是蛮向往的了，自己来这边搞一台这个车也是很方便了。嗯，就是唯一有个区别，就是像上海这种城市，它是限制国五还是国六以上的车才能进，像这个车是国四。就不能进，不能进上海市，因为柴油车它有一个尾气排放标准的问题。哦，那，啊，除了上海不能去，还有哪些不能去？有些大城市不能去吧，杭州能不能去我也不确定，好像也不可以。啊，但是我们玩这个车不是就是要玩郊外吗？对，所以就无所谓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上海我干嘛？上海就是，上海你也不方便停车之类的吧？周边还是有停车位的，我回头我试一下，看能不能开回去，开到上海，停到上海。如果不行嘛，再换一台车子，国五国六的也行。哦，因为再过三年，他那个大通的九零二手车会特别多。哦，你就买大通的那个二手车来改就好了，那个，也是便宜啊。对，那大通的二手车新车一台大概多少？大通新车？新车应该是15万到20万左右了。啊，如果二手？二手的话应该是在10万到12万，就是年份近一年的。那也是三十几万而已，台币啊，三四十万而已，也是很便宜啊。是。我们这边也很贵的，因为这种车流通起来都是用来货拉拉最基本的一些那个工作，所以这个车子不会炒的价格特别高。了解。大通V90已经是车里面价格比较高的，因为他买那个车子的人基本不是去跑货拉拉。我看那个大通V90，他们还有那种改装套件，直接在后面直接放上去的。有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也是为了卖车方便。对吧？哦。因为后面加几个磨合就把它卖掉了。对啊。嗯，没错，有的人会上当呀，因为那个磨合它水箱容量小，然后电的容量也小，就使用起来不方便。其实也就半天一天就没用。哦，像他这个，你知道他的电有几度吗？他说他的电有18度，所以你电都配在下面喽，这个下面。电在那个抬头旁边那个柜子下面。哦。因为下面是轮胎，其实轮胎下面还有20多公分的。空间没用，上面有30公分的高度是电，40×60，然后×30的一个体积，哦，200斤，两百斤，你看它电池就200斤了，而且他们这边有一个方便的地方，来给各位看一下这里，他们的充电是怎么充电的？这个看到没有？这个在台湾，如果我们改这个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到充电桩去充电，家里去充。只能家里充啊，你这个可以在充电中充，可以充，快充慢充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对啊，这个就是这边方便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平时充电是方便，就是到山里嘛，一待一个礼拜，电其实是不太够用，不太够用，所以就是要自己配一个发电机。哦，所以它里面有发电机啊。因为我们充电功率是2000瓦，所以发电机我配的是2700瓦还是2400瓦，就刚好够。那这个车也很特别，一个就是它这边没有门可以上去，因为省空间嘛。你加一个门的话，就是这里没有门啊。我们那边的依维柯这边都是有一个门的。这老车呀，这是2013年的老车，后面2015年、2016年都有中门。哦，都有中门哦。有中门的话，它其实也是只用一半，另外一半也都做了柜子。嗯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，像你们这样子的车顶架，这个啊，这个是违规的。哦，这个是这边是要拆掉就对了，拆掉，验车的时候要拆。哦 ，OK OK， 就这个麻烦一点。这个麻烦，架子没啥用，没必要。所以车边帐也是到时候要拆就对了。那个跟架子是一体的，一体的就对了。那我如果架子坐在它的法规范围内是 OK 的，是可以的，就是小一点，所以坐小一点，那架子就不用拆了，不用拆了，可以做变更，可以变更。哦，有规定的，是架子的高度不能比车身高出25公分还是30公分，我忘记了，长度是车身的1/3吧。了解。你像这样子卖咖啡，
你这样子住在景区卖咖啡？景区基本不去，都是去哪里山里风景好的地方，像有人嘛就行，没人嘛无所谓，反正就是去玩。嗯嗯，平时放在那里，我上班的时候这个车子让我弟去卖咖啡，他弟弟在卖咖啡的哦。嗯，就停到一个园区里。哎，不错啦。比如说我们第二天第三天去爬山，可以第一天因为爬山的地方人也比较多，第一天我们就是卖咖啡卖一天，第二天第三天去爬山露营。你说你吗？我和我老婆。那你要放假才会这样吗？周六日，星期六日。哦，周六日就星期六跟星期日。啊，然后我星期六卖一天咖啡，星期日星期一就上山玩。啊，星期一不用上班吗？不忙的时候就不去了。哦，你的工作这么特别。因为我们做设计，就是疫情让大家适应了这个远程线上办公，我车上也装了电脑了。哦，有事情吗？你电脑去处理。所以你是做设计的，就对，在里面做办公。可以是 iPad 就可以了，远程腾讯会议或者是用软件画一画，嗯，都可以解决问题。如果不行，用电脑也可以。这样真好，又可以边工作又可以边赚钱。啊，是是可以。OK， 真好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我们那个张。你不要讲名字，可以吗？没差吧？哎呀，张帅啊，哎，你这两个字而已，起的比较随意。对对对，不错。